你感觉俺们这整的咋样？很好。很好。看一下，2019年3月17，这是一个老顾客，今天过来了。等会儿让你们看一下他现在的样子。你看刚来的时候，满脸的痘痘痘印。这是这张脸。很严重，对不对？这个姐，2019年在俺们这整的，你看现在这个皮肤，你多长时间没来俺们这了？几个月吧。几个月了啊？今年还是没来。你也是个，你也是个一年可能来了2-3回，是不是？少了少。你看现在皮肤多好，你感觉俺们这整的咋样？很好。很好。嗯。你现在就是说你吃饭吃那辣了呀，火锅麻辣烫吃了还长不长？不长了，随便吃。随便吃啊，吃好之后是随便吃，但是你像这做了之后，档次做了之后还是要记嘴的。嗯，对吧？有人你看在我的视频下面评论说，有很多人说俺们这清理方法会脸上留下纹啊，留下痘坑痘印了。你看，跟你脸上啥也没留是吧？是啥也没有，光了很。啥也没有，光了很。还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，就是他们都说疼死了，疼死了。你觉得俺们这做的疼不疼？还好吧，不疼，我感觉不太疼啊。嗯，这个做是有方法有手法的。美容院那种是硬挤了，或者那个分子针硬刮，那种疼死了，疼了掉眼泪。但是俺们这几乎没有疼哭了。